早安，早啊，嗨嗨，大家吃完晚餐了吗？这个时间是吃完晚餐的时间了吧？我刚狂塞猛塞完我的晚餐了，有吃，结果真的是五麦哦。我觉得，因为我基本上寿喜烧只吃牛，所以我都只吃了牛。我觉得如果比寿喜烧的话，某某好像比较好吃一点。麻辣锅的部分还不错，我觉得很香。寿喜烧的话是某某好吃，然后麻辣锅的话，我觉得它，我那天最后都在下那个蒟蒻条。蒟蒻条跟鱼饺还有香菇，可是高丽菜不太适合出现在麻辣锅里，会死掉。晚安晚安，早安晚安，早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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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嗨。因为不是啊，那请问还能点什么？吃麻辣锅，对，它是有绿色跟透明色的蒟蒻条。我超爱吃蒟蒻条的，我爱蒟蒻条，我爱蒟蒻条，我蒟蒻条好像点了两次还是三次，然后香菇我确定我应该要点到四份。泉水姐姐是谁？你直接在家买一箱蒟蒻条，我跟你们说，我之前有一阵子很想吃火锅，然后一直吃不到的时候，我有想过要不要回家煮蒟蒻条。没错。哦，你说，原来你说的是歌手。那给那一点。香菇不是也很吸汤吗？可是没有很辣哎。香菇加麻辣汤，我觉得味道很香，很好吃。蒟蒻条还好吧 ，QQ 的。香菇也软软的。晚安。那给那一点。后面越煮越苦，它好像有加那个。就是上面有一粒会浮着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但反正麻辣锅的汤底我是没打算拿来喝啦。我觉得没有香菇真的不太会，香菇真的不太会辣。其实，我觉得你们现在在讲什么脏脏的话？哎、欸，一次三位耶，一次三位哦，你也被米。目前刚刚包子、小安、杨熊全部被米，是三个人同时被米，熊熊第四个。等等，熊熊你是米米米还是你是单纯的米米米还是花椒？好了，不要再米了。我现在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米，哪一个不是真的米哦。自带米是吧？不为五斗米折腰，找米，大家找米，单纯的米被发现了，是哦，是大陆的平台吗？还是我们这里也有？这是小勋吗？奥特曼小勋，谢谢小勋，谢谢侧旋冰侧旋。因为我没听过，害得我不敢讲那个人，害得我不敢讲那个平台的名字。被打？你被打？你被打了吗？太敏感了吧？面对敌人就是先米就对了。谢谢阿森的草莓，晚安晚安。谢谢游戏 Hero 的小公主啊！哼，我很记仇的，各位，居然把我打下竞技场了！哎，我现在很努力把竞技场升上去了。你来打我啊！你来打我啊！
怎么了？为什么被打了？他有开，他没开盾吗？居然动了兔子，兔子这么强大哎！兔子在睡觉吗？现在这个时间？哇，夜来打了，哇耶！跟没有玩游戏的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发生什么状况，就是有一个目前全联盟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联，全部游戏里面很强的联盟的两个人跑来侦查我们了，然后很凶哦，很凶哦，他们带了两个很高等的，大家要不要考虑先把自己的罩子打开啊？因为他现在哇哇哇哇真很远耶，他看哪两个啊？他们现在一直在侦查哪些可以打，大家先开盾了，各位先开盾了，各位。哦对，就是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就是我想说因为我一开始有跟大家说，就是如果要打架的话先经我同意嘛，就是没事不要生事，因为怕如果大家出去打架的话，那对方如果真的很凶可能就会回来打爆我们整个联盟。然后呢，其实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能力所及，如果你真的非常的强大，然后是那种有义气相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一下，前提是你确定你不会被打爆的状况下，这样，因为如果会被打爆的话，去增援就没有意义了。但如果你觉得你够强，你确定敌人是可以被你踩在脚下的，我是推荐大家也是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也是非常赞同这样子的行为的。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有想要帮忙的话，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五个盟现在都还太小了，然后尤其是因为这是战争游戏嘛，总是会被针对，然后大家又全部像蜂窝一样。好，那我开扩音哦，我真的开扩音了，我要开喽，好，我开喽，开了，你开 ，OK， 就是这样子，因为呢，就是因为我们被那个。王国纪元里面有一个叫 Edya 的人一直在打我们，哦，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现在也是。对，然后因为我们有人好像有飞到你那边还是怎样，然后他就开始打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不要，可是他们有一个就飞了过去，然后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就是想要叫大家赶快开盾这样子。没，有，我知道，所以你们那边是全哥，你们那边也有人飞过来是不是？好像已经，我不知道，好像有飞过来。没问题，归起来。我们马上开盾，我们马上开盾。对，因为他本来是在打我们的，然后我就想说，哎，怎么办？就赶快，我这边的也赶快开盾一下。可是他们就我的人也突然就飞去你那边，我不知道，我就吓到了，就赶快通报一下。没关系。我们总是对我刚刚也在讲这件事。我刚刚就在讲说，就是如果之后大家也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是我们都不够打，因为他是整个王国里面的第一名。对，现在那个亚好像是他，好像是国王，是不是？对对对。而且其中一个很强的25宝的，好像现在飞来我们这了，就是听说是主力。对，超恐，死定了，被盯上了。好可怕，好像我们都被盯上了。我们有那么肉吗？其实不得不说，我们就是免费的 ATM。对，对他们来说是。啊，听说 BCH 的人来帮我们挡哎。哎，真的、啊？好帅，好帅哦！好酷哦！好帅哦！天哪！什么17吗？那个 17吗？就是之前说是你跟品涵粉丝的那个。他推你的那个、oh. 感觉我们五个盟都被盯上了。对啊，加油，最后两个礼拜我们一定要撑起来。好，我们要撑住，太好了，我们有盟友了耶，我们、啊、我们意外结盟了很大的盟。对，太好了，太感谢了，大家开盾，快开盾，赶快开盾。好好，我们我如果这边被打得很惨，我再跟你回报。OK， 没事，我们这边也被打得很惨，大家撑住，大家先把兵带去睡觉。如果没有盾的话，就是先藏起来。好，加油，加油。
拜拜，加油大家，飞下去烧起来了，真的假的？我看一下，因为我刚还没有看到 BCH 飞过来，真的有百万大军。哎，那个啊，超级有钱人今天在吗？他没有开盾哎，他没有开盾哎，他要不要？他要不要？他要不要开一下？他去侦查啊，他去侦查了，然后就烧起来了。我也觉得其实 BCH 我只能说帅气，太帅气了。哦，我有看到了，超级有钱人在，他跑去侦查了，他跑去侦查对面了。在看小迪直播，他没查，他已经没有东西了。好，我有看到他侦察兵有出来，可是现在好像没有烧起来。哎，我没有看到 BCH 的烧，哎，为什么？在哪里啊？百万大军该出动了，你先等点，你先等等等，你先等等，对方三亿的国王本人，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哦，我看到了 BCH 25宝的那个，对不对？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哦，我看到 BCH 烧起来了，好好，对不起，是我的地图太过渺小，是我只看到了我们这里。我看到一个，哦，25宝的国王在这里啦，他啦！哎呦，对不起，我撞到。所以我说他本人来是要干嘛？九天玄女加加加加加到我们躺平啊！我突然觉得啊，我们好像挺不好战的。500英尺降落怎么烧起来了？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呢，毕竟这是一款战争游戏，当你的国家还不够强大的时候，或者是你的国家足够强大的时候，但不是最强大的时候，总是会有人觊觎你的家产、财富，以及你的还有什么家产、财富跟家产还有财富。所以我们呢被大盟给盯上了，然后他们现在目前在侦查我们，试图要打。可是我们之前呢意外的结识了一个很帅气的很大的联盟，虽然现在不是最强，但是好，就是他有说要罩我们，结果他马上就飞过来了。可是老实说 ，BCH 这样也太帅气了吧 ！BCH 这样要雇五个，哎，他们人其实再多也就100个，然后他要照顾我们所有人吗 ？BCH 好帅哦，怎么办？我们强大起来的时候也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他们还有更多的分盟，安安安安枕头安，太帅了，在雨林盟那边也有被，我跟你讲 YA 其实来好几次了，只是他们都没有成群结队的来，但是之前也有一次吧，好像一次而已，就是有他那边的比较大一点的人有过来烧几栋然后就走了，他们就是一天来个几次。天哪，其实他们就是分工的，会打架的就只有几只账号而已，他们大概四个人就可以造我们一个盟。 BCH 吗？阿潘盟是 BCH 的 ATM， 为什么 BCH 还有再去打他们吗？可是照理来说他不是都知道我们是 Team TP 的吗？雨林盟与世无争啊，我觉得现在或许走一个与世无争的状态会比较好。他们是来收税的，我知道，保护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付保护费了？我要付咯。礼拜天的面好棒 ，Daisy， 我是第一次绑双丸子头，哎，我其实那天很纠结，但是我因为我前天不是有问大家要绑什么吗？然后大家都清一色的是双马尾、蝴蝶犬跟单马尾。我跟你讲，我老实说，我觉得我自己单马尾没有很好看，所以我最后才放弃了单马尾。不然我又想说就是试试看。可是因为蝴蝶犬跟双马尾太常出现了，然后我就想说，因为这一次，哎，某假寿星仗着寿星之名命令下达了生日愿望，告诉大家要绑双马尾，然后我就想说，哎，
酸丸子严格来说也算是双马尾吧，就是因为我原本就不想要绑双马尾跟蝴蝶犬，因为我觉得太常出现了，嗨嗨，然后我就想说应该要来一个不一样的，然后但是我死都想不到，然后刚刚好被下达了双马尾，一定要绑双，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我们就来双包包头吧。对，某 MO 假寿星，我说 MO， 你说没有，他那天就是下达命令，他是诗雅下达了心愿给他之后，他再来告诉我们的，没错没错。那个帽子蛮厉害的吧？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它是甲醛牙子牙脂，甲醛牙脂。对，它其实有点类似春丽头，然后但是因为春丽是不是有绑包包啊？就是它有点，它外面还有加那个布，然后我就想说，我一开始很担心，因为我没有绑双包包。然后我是第一次绑，所以我就想说会不会掉，因为就是你知道跳舞的时候，我之前就哪一个造型的时候，哦那个啦，新型病毒的时候，我新型病毒的时候头上戴了一个皇冠，然后我就还有测试某些动作能不能过头，你知道吗？但是因为双包包头我是当天早上才决定，所以我还没有试过就是有哪些东西会不会打到头，我超紧张的，超紧张的，紧张要死。帽子呢？这一切都要感谢卢卡。阿帕那边有一个富豪被其他盟打倒了城墙，闭上！天啊！我就说这是一个战争游戏，战争游戏没有人是永远的朋友，太可怕了。但是没办法，都被打了 ，BCH 可能会觉得不打白不打。帽子可以戴上去很，我跟你说，我一开始觉得啊，注定要拆掉。早安，超级有钱人，你还好吗？我们好像目前度过了一批没有要被打的状况。当然，刚刚 YA 来的时候真是吓死了。好的，反正就是我原本想说，我早上确定要绑双包子头之后，然后我就在想说，对，制服的抵抗无论如何都得戴着帽子。所以我就想说，我早上还跑去跟妆发老师说，姐姐们，那我可能就要拜托你们帮我马上拆掉，因为如果要戴着帽子，我可能就得把包包头拆掉，然后就会变成双马尾，然后才能塞进帽子里。然后他们就是想说，哎呦，丸子跟包子都是对，你是包子，不是啊，你不是说你是霸丸吗？所以霸丸是我需要知道的梗吗？是好的还是不好？如果是伤心的梗，我就不提了。好的，丸子跟包子都有人讲吧，双丸子、双包子，那个蛮小的，所以应该是双丸子。那个至少应该没有像包子这么大块。骂完怎么改回包子了？霸王是栗子专属 ，OK， 栗子喜得一碗霸王，双包子会不会有点太大？就是，我好久没有绑过包子头了，好像是自从上上次握手会之后，好像就没有绑过包包头了。好的，谢谢你问我丸子是什么口味，酱油啊，没听过酱油丸子吗？反正我一开始就想说，我注定要把丸子头拆掉，然后要换帽子。结果，刚刚好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而且因为老师也是说，哦，对啦，但是应该来得及。他们说应该来得及拆掉，然后我就说好吧，那就拜托老师们了。然后结果我一走出来的时候，刚刚好卢卡进去，然后卢卡就跟我讲说，哎，不用啊。然后他就把那个帽子，就是他是棒球帽。然后就是棒球帽的后面不是是软的吗？他就把棒球帽推进去，然后变成有点像网球帽，你们知道吗？就是网球不是他们会遮阳的那种网球帽，它是只有半截式的，后面是套进去的，就是后面是魔鬼毡。对，他就把棒球帽内折，然后就说你看你这样子戴就好了。然后我就说天哪，你怎么会想到这么高招的事？他就跟我讲说，日本很多那种运动场外面不是都会有一些打工妹妹，
他说打工妹妹在卖饮料啊那些的时候，就是他们就会绑双包子头，然后就会戴就会还是会戴棒球帽，就是要符合那个运动场的风格，但是要绑得很可爱。然后他就说他们都是这样夹一半，然后就是把前面的帽子夹上去。我就说天哪，日本人的哲学就是日本妹子为了可爱真的是奇招尽出耶。没错，江湖一点绝。我非常非常感谢卢卡给了我一个这启示啊，这简直这是功夫真的非常强大。然后重点是我一开始就想说啊，这样真的是太完美了，结果戴上那个制服的抵抗的耳麦再加上帽子的时候，我一走出去姐姐就跟我讲说，哎，你不要走啊，你不是德莱树的员工吗？啊，请问你要点什么？请问你想要点什么？嗯，有麦克风有跟我们主机连到，现在就可以点餐咯。你要一个大麦克是吗？啊，请问饮料什么？请问薯条要加大吗？我们现在还有苹果派哦，你要不要加购苹果派？双层纯牛肉，独特酱料加生菜，即是洋葱、酸黄瓜、芝麻面包盖上去，我就是爱大麦克 ，B 们。的，你要薯条加辣，你要加一份冰旋风，冰旋风现在两份的话有打折哎，你要不要看一下？还是你要买甜心卡？甜心卡的话一张39元，然后上面就可以买冰旋风，下面可以送蛋那个香草蛋卷冰淇淋，我觉得很适合哦。我没有收了钱，我还有免费换一个，请问盒子加大要加多少钱？只加盒子吗？免费换一个，免费换一个是什么意思？免费换一个，你是说甜心卡免费换一个吗？空包啦！你要一个脆皮鸡翅餐辣味，谢谢。哦，你要套餐吗？套餐的话，那你现在要想要吃你的饮料配餐要什么？不可以，好油、哦！天哪！哦、oh, 对啊，大麦克，我跟你们说，那阵子那段时间呢，我是真的会，我现在也会，我还是会背那段大麦克的音乐，但我没有去跳。然后我之前就那段时间很常有人 po 影片，就是他们跳那个大麦克的舞，然后人可能在肯德基之类的，很过分。更前面还有一版，同学，这个活动已经结束咯。伴随偶像，我也很常说李佳丽很油，李佳丽真的很油。我就是爱双层牛肉吉士堡 ，B 面 B 面。所以合照会要来跳蝎子舞吗？你敢跳我就跳啊，你敢跳我就跟你跳，没有问题。蝎子舞合照来啊！你要精准哦，如果你跳得不准的话，我是不会跟你跳的哦。谢谢小枫的枫叶，小枫枫叶。说到甜心卡，又想到了我的甜心卡，但是它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拆封，所以，对，不知道它会被我保存到何时。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是它那个派丽德外面，派丽德的那个保护套。刚好可以塞甜心卡，所以我另外一张有在用的甜心卡，我都是直接塞在保护套里。我有打算用它吗？没有，我就是打算用我那个布丁狗的甜心卡，然后用到它回本。不拆封本来就可以直接用啊，可是因为我没有记得甜心卡可以换什么，所以我布丁狗那个还是有拆。是要多珍贵，应该一下就回本了。听人家说用一次还两次就已经回本了。这部今年好像要上剧场版了哈，就是《灌篮高手》是吗？《灌篮高手》。最近好像还有哪一部啊？
是不是有要上电影的？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忘记了？之前有看到，应该还是我被 Spy Family 的广告洗爆，是航海是不是航海王？没有，刀剑好久了，刀剑好久了。我没有看灌篮高手，但是因为那是我爸妈年代的，所以小时候常常有被科普。世界が終わるまでは，直到世界尽头。七月柯南啊，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我之前是不是有讲过我去看柯南的电影？新海诚有新作，但是其实我对新海诚没有特别的热衷，就是如果不是题材有兴趣，我不一定会去看。居然是爸妈年代了，没错，已经是爸妈年代咯。我刚哦好，如果我没有分享的话，那我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反正呢，就是之前呢，柯南他不是常常会有那种剧场版，每年剧场版上映之前会有那个，他有点像是什么动画剪辑片吗？动画剪辑，他就是会帮你做一个剧场版前的前导片，然后就是跟你介绍一些某些人物在哪一话的动画里面出现，然后就是他们有什么相关的爱恨情仇啊，或者是故事内容这样子，就是身边的故事线全部会帮你剪成一个，到底剪他们那个剪，对，总集篇没错，总集篇。然后呢啊，这是一件赶上的事情，反正那段时间就是很忙，所以我也没有注意柯南什么时候上映，我只知道好像差不多了。然后上一次是什么，上一次是夜火嘛，不是夜火的小日本，上一次是什么，抱歉，因为我好像没有特别爱上一次的名侦探柯南，这次是万圣节的新娘，上一次是对，水的那个，不是水的那个，我在讲什么？绯红的那个，绯红的子弹，对，绯红的子弹，磁浮子弹，弹丸，绯色弹丸，对不对？它是这样翻吧，绯色弹丸。好，然后反正那一部之前也有一个总集篇，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对，我反正因为我现在连那个，他的那个名字叫什么了我都忘记了，所以毕业旅行是在讲新一跟小兰吧，没兴趣所以没看。但是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总集篇上映，然后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很忙，所以我只记得说柯南今年要上了，然后我就有，因为我有好几批都超爱柯南的朋友，除了李佳丽以外还有，真的是很不得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柯南是一个这么举家大小全部都会有人突然很喜欢的一个动画，然后就是有一些其他圈子的朋友也会喜欢的那种程度，然后反正就是我从国小开始就会跟各种很喜欢看柯南的朋友约，我记得当时国小的时候有一次是我们家包场了，然后好像跟一个同学，然后后来到国中之后又跟了一批很爱看柯南的同学，然后后来在高中的时候又认识了一群也是爱看柯南的，但是好像平常是追杰尼斯的女生，然后反正就是各种，我觉得喜欢柯南的年龄层超广的耶，不是年龄层，就是那个范围，触及范围超广的。然后反正就是之前就有一个朋友突然跟我讲说，哎，柯南要上映了，你要不要陪我去看？然后我想说，哦，好啊，反正刚刚好那一天有时间，然后我就答应他了，然后我就人就去到那里，但我根本就还不知道就是今天看的那个就是到底是什么，我就想说我就确信是绯色弹丸嘛，然后结果都买完票了，都坐进去了之后，我就发现感觉不太对，因为他翻译好像也是什么绯色的什么什么，但是他后面有写总集篇，对，我坐进去之后我看一看才发现是总集，然后因为那个铺陈，而且我跟你讲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一坐进去我就感受到不太对，我还跟他讲说，哎，这次的画质有点太烂了吧，他跟我说对啦，绯色的不在场证明，
我那天直播有回来抱怨吧？对，太好了。反正那个时候我就一坐下之后我就开始看，我就想说不对吧，因为那个它是用动画的集数去剪辑的，所以它的比例不是正常电影的比例。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这画质太烂了，我说不对。然后我说，而且剧情剪得太跳痛了，我说前文不对，后文没有头跟尾，到底在干嘛？然后他就说应该不是吧，应该就看下去。然后我就说好，我看下去。然后越看越后面，我想说不对，我想说这些人物就是突然出现又突然不见，然后没有头没有尾，根本没有一个故事的线，然后那个画质真是太烂了，主要就是画质真的是太烂了。然后我想说不对哦，这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最后虽然是看完了，对，他就是在介绍赤井一家，然后包含就是那个妹妹，然后什么失踪的妈妈，然后还有合照，就是赤井一家的合照，那个姐姐跟妹妹。然后我后来一出来之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们看错东西了。然后我就上网查绯色绯红什么绯什么不在场证明，反正我就查了，然后就看到后面写括号总集篇，你不是在直播吗，吴吉飞？你不是在直播吗？电影片，对啊，电影院看总集篇，萤火很常做吗？我进电影院唯一一次看的萤魂就是那个。哎，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说他每一次都讲说是完结篇是不是？对啊，直播看你直播干嘛呢。哎，我跟你说他刚买手机来炫耀，你知道他手机超大只的吗？超大只超重。直播别人的直播，哎，直播别人的直播不行吧。你们要不要联播？他还在直播，我以为他是下播了，是刚刚在直播我的直播。可以连播啊，他刚刚已经在直播炫耀完了。Max 哪有不重，我跟你讲，因为我是买 S3 Pro， 然后他是买 S3 Pro Max，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一定会后悔。但是我这几天不是在玩王国纪元吗，我深深的突然觉得啊，我应该要借他的 Pro Max 来玩，因为给他的荧幕毕竟就是 S3 Pro 的荧幕跟那个11是一样大小的，就是它还是没有到非常非常大，其实它已经很大了，但是就玩游戏的时候你看过大的就会想要再追求更大的，可是带着一只很重的手机到处跑跑跑跑照实在是一种那个颈部会有一些压力，你知道吗？对啊，我好像其实可以用 iPad 玩，我有看到其他，就是好像是品涵好像有那用他的 iPad 在玩王国纪元，可是那样会比较好玩吗？还是只是画面比较舒服？因为你知道，因为我不是 iPad mini， 我的 iPad Air 4拿起来又有点太大了，我甚至有点懒得拿它来看剧，是不是太懒？因为我之前唯一赞叹过 iPad Air 4是有一段时间呢，疫情不是在家吗，然后那段时间我买了一个摄影脚架，然后我就把 iPad Air 4塞在摄影脚架上面，然后跟我妈开始在看剧。哦，超赞的，超优秀，你躺着坐着趴着全部都可以看，而且 iPad Air 4其实蛮大的。对啊， iPad 是拿来看剧的，我用平板看直播就觉得打字很慢，就是它不太适合沟通啦，就是要打字，因为像王国纪元是横屏，我光是用手机打字就有点废，你知道吗？像昨天遇到很紧急的事，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怎么可以打这么慢？怎么办？然后我就一直打错字，因为越紧张的时候错字率就越高，我后来就果断用讲的了。iPad 是懒人神器之一，绯色的弹丸因为疫情延了一年，所以塞了一个总集进去吧。对，所以就是在一个，我下次会做好准备再进去电影院。我错了，我错了。但是我是觉得很荒唐的是，它那个画质很差。我不知道动画的画质原来放到大荧幕上差这么多哎。在刚刚那个位置的 BCH 被车了，你说二十五的那个刚刚下来保护我们的那位 BCH 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帮忙了也打不赢？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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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用电脑玩啊！王国纪元可以用电脑玩吗？
不行吧？不行吧？可以用电脑玩的只有哈利波特啦。我之前有试过用哈利波特玩那个，没有电脑玩哈利波特的那个舞会。哇、哦，天哪，我简直是出去搞笑了。就是舞会完全不适合哈利波特的电脑版，好不好？完全不能用。Steam 可以开模拟器，可是电脑会插卡。我没有开过模拟器。有 Steam 的话，也可以玩《王国纪元》。我怎么觉得头发还是扎到眼睛？《王国纪元》可以绑了 FB 之后用 Steam 的版本，我好像没有 Steam 哎、欸。Steam 是，我知道 Steam 好像是一个平台，然后有很多游戏是吗？可以这么扎眼？哦，没过官方了，就叫你用模拟器，什么意思？就认证没过，官方就叫你用模拟器。哦，我知道，你是说那个吗？哎，应该不是吧？他怎么可能叫你用模拟器 ？Steam 是一款买游戏的游戏，好，真的、哦，官方发 mail 直接教你用模拟器下来，真的哦。好酷哦！官方推荐模拟器，我还以为我之前一直以为模拟器是类似外挂程式，因为我没碰过，所以我也不知道。模拟器好用，官方推荐，那是什么？不行，我对模拟器完全没有概念，所以。大家要跟我讲一些比较白话的东西，我才能听懂。如果一直认证没过，游戏营运会叫我们用模拟器去注册 TTP 的认证。今天没有要开演唱会哦。请不要匆匆一瞥，一转身就深入寒冰。你把它想成是一个电脑里的手机。我知道很多人会用手，很多人会用模拟器去玩手机游戏。连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你眼泪的冷血。模拟手机界面，这首放三次哎，只是因为刚刚好，就是最近点过的歌，它就会出现在那个推荐栏里面。我觉得女版比较激昂，男版比较难过。这首歌是林俊杰的《美人鱼》，林俊杰跟周杰伦各有一首《美人鱼》。白话一点，电脑里的平板。对，这首叫《美人鱼》。最一开始浪没有网页版，谢谢傅伟哥。傅伟哥五万水晶的任务就让剩给你了，让剩给你了。我剩下的水晶，我好像只剩下一千多。其实我上一次那个啦，就是建筑升太快了，然后完全没有留剩下的水晶。好吧，我是不是其实是应该给自己留点后路啊？但我是没有留啦。啊，海豚的首富，谢谢玉安，转转转转转。没有，我没有想要官方再给我水晶，好不好？我水晶流其实也差不多了，都已经，我好像现在是几22还是20，城堡22了还是23了？但是因为反正我现在还在升城堡，可是哦，那对，那我现在在升23宝，然后23宝要7天，可是我没有任何水晶了，所以我就得乖乖等完7天，我会等完它的，嗯。没错，就只能降了。对，好像我记得那时候看的时候是13500钻石。My love in my heart， 我也觉得是水晶流让我到了现在的高度，还有战争大厅，战争大厅全部都靠水晶流。
你的二十三炮剩三天，剩四天了。水晶喝完就不可以再爆冰了。对，我的冰量其实我自己已经觉得看起来很厉害了，结果怎么样都实力都输人，输人。Oh baby， 很没有战力不会超过你。要有志气一点，我相信我的战力有一天会超过你的，但可能是在一个月后，好不好？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水晶可以赶科技了，可是我其实研发每一天有上线我都还是会点，所以对所以应该是不太可能。对，我超过超级有钱人了，我超过超级有钱人了，我的实力有超过你，但是感觉一下就会被追上了，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个过人的水晶流的实力。没错没错，明天的官方直播有我，明天晚上6点在 AKB48TP 官方的 YouTube 频道有我们的王国纪元小秘诀直播，小 paper。 上一次有雨林跟品涵教导，这一次不对，是我跟品涵，上一次是对不起，品涵是跟我，上一次是雨林，然后跟上一次雨林，对不对？上次是雨林，我应该没有记错顺序，对不对？晚安晚安晚安，上一次是品涵啊。我刚一直在想是不是我忘记了雨林跟谁，然后我想说，对，品涵是跟我，腾腾，那雨林是跟谁？不会，好不好？不会变成我教他啦。品涵不是也是学了很多吗？他跟小智们学了很多。我们跟品涵，不对，不是我们，你在讲什么？我要讲什么？品涵已经上两次了。教品涵如何开盾，品涵不用学开盾，好不好？他很会开盾的，他从一开始就很会买盾了。对，是我跟品涵，盟主只能当吉祥物，那也是疗愈人心的盟主啊，哪里不好了？一堆东西没在用，他感觉他的水晶流也没有在用，感觉他是没有。其实如果水晶流买盾，也是一个很强力的一个走向，这个流派很不得了，代表他绝对不会有受损的问题，知道吗？品涵上次还不知道联盟币可以买道具，可是联盟币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买过道具，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需要，就还没有到很缺，所以我联盟币也没有买过。44万是根本没在用嘛？你说他的水晶吗？他的44万是没有用，没错，完全没有。我的水晶好像只剩下1000多。3小时加速，哦对耶，我可以买加速耶，我忘记这件事情了，那我晚点上线用联盟币买点加速好了。30多，对，我之前是一个水晶流，所以不缺联盟币，现在缺了，现在缺了，我现在要体会一下凡人的生活。之前因为在水晶流之中看不见大家是怎么玩游戏的，我被蒙蔽了双眼。其实 VIP 如果要升的话8、9级就好了啦，到10、11、12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因为后面水晶太消耗了，如果不是因为有水晶流的话，我应该也不会去浪费那么多的水晶。对啦，8跟9我觉得就够了。科技轮的话是要靠那个吧，那个什么王国探险的那个东西会得到。我有我现在超过研发超过一天，我就会乖乖按那个科技轮，因为我发现我好像不用存这么多。王国探险那个不是，我好像还有我好像还有20几个，因为我发现我前面全部都在存嘛，就是你们跟我讲之前我全部都存着。太奢侈了吧，不是说一天一两天的就要用吗？对吧？
一天就按很浪费，哎呀，没关系啦，我已经不需要再存下去了，我觉得是时候要冲一波了，这是最后的尾巴哎，我们倒数两个礼拜一定要好好冲一下吧，后面也要100天的，哎，10天以上的才按，哎，代表你们的科技很高哎，我还没有遇过要3天以上的哎。突然觉得我之前的科技人是不是有点浪费？我觉得我太随波逐流了，我不能再好。我下一次会看一下很多天我在按。可以抵快10天，不充25。我在想我要不要充25宝，感觉有点难，因为我的资源其实已经开始不够了。就是我疯狂的在升建筑，然后我的资源其实已经有点不够了，所以感觉没有办法升到25。想念我们爱恋，不用特别给我资源啦，我自己升，我可以来。啊，你不升了，兵比较重要。我原本以为我的兵已经很多了，后来发现是自以为。你知道之前那个吗？之前地狱活动跟个人活动有那个升训练士兵的时候，我就疯狂的按，然后我就按了20几分钟，我就想说，真是很累了，就是我已经按到我觉得应该是蛮厉害的了吧？正常人氪一点点，应该也没有可以一直按水晶的这个体验吧，然后结果我就带着我的兵现在出去了，大概我看一下3阶的话，大概1、2、3、4、4个25K 保守估计10万多11万12万左右，我想说已经很厉害啦。我之前2阶好像都还没有到2万、欸，我之前2阶不到2万，你知道吗？然后我现在想想。我都已经按到3阶10万了，大概就是从这样子的成长到这样，人家已经在这样了，这样好不好？我在这里。好的，对，我觉得我的10万突然非常的渺小。2阶没2万很棒，因为2阶有点浪费。我之前还一直升那个。军队的成本就是降低成本，突然觉得自己很笨。2阶我后来都拿去外面采矿啊，采石头之类的。降2阶的，什么降2阶的？今天冲到第2名，拿了好多奖励。4阶来打3阶的时候，50万也是一下而已。可是4阶要到25宝哎，现在是不是明猫？但是明猫说升到25宝没什么差，怎么可能？无氪玩家是不是没人权？我跟你说，我一开始也没有想过，大家真的这次，我觉得这次大家氪爆哎，是氪爆的程度，我几乎没有看到人家不氪，所以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很可怕。因为我自己，我也不算有，我有氪，但是我没有氪很多，我就氪了那个玫瑰骑士而已。我氪33块呢，对吧？大家都是不知不觉就氪了，不知不觉，这游戏不氪玩不下去。哎，但是如果想要抽奖跟拿。贴纸奖励的话，无氪是可以的，因为10宝我亲自认真的算了一下，我觉得2天就可以了。但2天可能要有一点游戏经验，3、4天的话是没有游戏经验的人可以升到10宝很快。然后如果很会玩游戏的话，1天就可以了。对，我当初升到10宝好像用了2、3天了，抱歉，我没有玩过战争游戏，现在我会了。王国纪元是一款真正的战争游戏。
三小时无课就可以了，三小时也太快了吧，三小时也太快了吧，三小时也太快了吧。无课食饱大概三天，就是慢慢玩的话大概三天了。你一说来就来那个传奇购物里啊，我不在线上。我们爱恋 Oh baby sunshine， 一起冒险和你一起 crystal love。 大家知道月底到了，要缴卡费的时间到了，是时候，是时候要认清这个月的花费了。谢谢姚茉莉，姚茉莉，卡费，卡费，是时候还债了，真的，千万不要变成卡奴啊！刻了快要 VIP 的价位。已经扣款失败了，已经刷爆了是吧？这个月都是合照会，对，我们还有合照会啊！大家，我们还有合照会，但是因为合照会有到下个月啦，下个月会继续。下合照会还有第二轮抽选，各位，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合照会还有第二轮。和你一起 crystal love。天 M 一万一算少，天 M 是什么？天堂 M 吗？这次的 reset 录音室专辑只售到五月十号哦，五月十号是我们的预售日，对，最后一天了。但是现在只要预购的话呢，每一张专辑里面都会有一张合照卷，那合照卷呢，就是顾名思义可以来找我们合照啦。但是合照会走向跟握手会比较不一样，握手卷是你只要填得到，填得到那个人，你就一定可以握到手。但是合照卷的话，它是用抽选的，所以你拿到合照卷之后呢，你会有序号，然后你就要去填你想要合照的那个人，然后再等抽选结束之后，你的信箱就会收到你有没有抽选中的讯息哦。目前第一轮已经结束了，所以如火如荼，请参加第二轮的抽选。第一轮的我有看到很多人回报，但是这次落选好像感觉几率应该没有到很大吧。你都说合照会好像在集邮，为什么像在集邮？只有一部，就是 A 有掉。我有看到很多人都是 A 部有落选，应该是 A 比较多人填。我的刘海是不是又太长了？可是其实我前几天才剪，这边太长了，这边有点斜掉，待会再把这一剪掉。A 只中一张 ，A 只落一张啊！可能绑包包头发跟刘海没有关系，好不好？而且我跟你们说，我这次包包头是自己绑的，然后因为。我去看他们那个包包头教学影片，他就说前面刘海的分布不可以留太多。我觉得我好像这次比例抓的还可以耶，是吧？因为我跟你说，我觉得就是成为偶像之后呢，技能真的是要不停的增强。因为没有，是自己绑的，是自己绑的。而且因为我那天早上才决定，然后我那天早上就开始在找教学影片，然后我就看到女人我最大，感谢女人我最大。虽然我小时候好像没有特别看这个节目，但是因为我就上网查，然后他就教我要怎么绑时下最流行的双丸子头，然后我就早上出发哦。你们一开始早上接我们上班的时候我还没绑，然后我就进去乌梅里面开始绑，然后就唱歌了，当。而且老师还有称赞我，他说哦，第一次绑算绑的蛮干净的，但是就有点炸毛。可是我的头发本来就很容易炸，就是我的头发断发很严重，所以后来老师有在帮我收一点点杂毛。第一次就上手，当。谢谢各位，之后如果有
有机会的话，再让这个造型重出江湖。有机会的话，我只能说现在这个长度好像刚刚好，很适合。因为如果再长一点的话，可能它就会太大包。太大包的话，好像会掉下来，因为太大包有点重。然后如果要跳舞，哈，对不起，如果要跳舞的话，感觉有点吃力，对吧？就是如果，因为这一次绑起来，我觉得它没有到很大，没有到很大块。如果再太大块的话，我可能会看起来很像天天，你们知道吗？那个火影忍者的天天，天天的就超大一包啦。可是太大包，天天明明就也动来动去的，为什么他头发不会乱掉呢？好的，非常想你的天天。请问李天天下次也可以绑包子头吗？可以，他可以绑双丸子来找大家吗？哇，安德鲁很棒，他可以用哦。我觉得我以前的手毛应该有赢他哦。你们知道我的手毛是可以比金氏世界纪录的那一种吗？为什么被思雅狂 at？ 哎，你们是不是都没有看过啊？但是因为甄选进来之后就被迫刮掉了，可是我始终舍不得去打掉，就是因为很多嘿天天，记得要绑双丸子头哦，等你来哦。等你来找我，我想看到，也没有啦，我也没有逼你，我只是说我很期待，如果有机会的话，想要看到天天可以绑双丸子头。如果头发不够长的话，其实也可以绑蝴蝶圈。你觉得怎么样啊？蝴蝶圈，哎，绑两撮也可以的吧？只要绑两撮就行喽。天天是不是跟双丸子头比起来比较好达成啊？有没有打算试试啊？太无情了，天天，手毛蝴蝶圈。你都哭出来，你就考虑一下。如果想象着天天绑双丸子头的脸，有没有办法哭出来？我现在正在想象。运用一下大家的想象力。有哦，他已经排进握手列了，他在走咯。加油！他有穿风衣吗？有穿，但是我脑子中的天天有头发，哎，眼睛很大，有头发，穿着风衣，只穿着风衣。太残酷了。把天天分掉，他不会哭嘞。别闹！重点是风衣，天天本体。这是兔耳天天嘞。
面，我还在努力把它刻在我的脑子里。我下次会记得天天要长这样进来，我才会记得他是天天。天啊！天天这样算被卖掉了吗？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我好像我没有，我这边没有吐哦，我这边没有吐哦。天天非常想你的天天，来一个甜甜圈，耶，甜甜圈，呜！天天非常想你的天天，飞过城市的边缘，降落爱你的终点。想念互道晚安的每一天，却又舍不得说再见，你的笑那么甜，我的直觉就是那么坚决，不怕有暴风圈，因为你是我最晴朗的大晴天。嗨，要你牵我的手每一天，我要非常用心感觉，因为爱你才是我最后最美丽的句点。喜欢在你的肩膀盘旋，习惯两个人的世界，因为爱你才让我的心永远像甜甜圈。所以甜甜下一次是要兔子还是甜甜圈，还是应该要绑双丸子，还是要进来我的列 rap？ 现在这段是 rap。 甜甜圈，甜甜圈，甜甜圈，永远的爱。天天非常想你的天天，飞过城市的边缘，降落爱你的终点。想念互道晚安的每一天，却又舍不得说再见，你的笑那么甜，我的直觉就是那么坚决，不怕有暴风圈，因为你是我最晴朗的大晴天。牵我的手每一天，我要非常用心感觉，因为爱你才是我最后最美丽的句点。喜欢在你的肩膀盘旋，习惯两个人的世界，因为爱你才让我的心永远像甜甜圈。最美丽的句点，喜欢在你的肩膀盘旋，习惯两个人的世界，因为爱你才让我的心永远像甜甜圈。刚是不是有人问这首歌叫什么？这首是谁唱的？这首是阿本跟小薰
小薰姐，没错，阿丽的剧组前辈，小薰姐跟阿本，阿本哥，但因为还没有遇过阿本，所以没有喊过阿本哥。小薰跟阿本在十八进不进的时候是 CP， 然后唱的甜甜圈。十八进不进也是童年嘞，就是我小时候还不记得每一台在播什么的时候，然后那阵子好像是八大还是什么，就有小时候常常转到过，但因为那时候好像年纪还是太小了，就因为真的太小了，所以没有看懂。没错，马德里不息。小安的熊抱猪猪，小安的熊抱海猪，谢谢切懂了蓝色元宝，谢谢阿顺顺的掌声鼓励，谢谢 Nicholas， 谢谢子毅，谢谢我其实一直不知道应该是念 Drake 吗？德瑞克 ，Drake 维，洛克 Rock Rock， 谢谢阿春，谢谢洛克，谢谢米九，谢谢六路。谢谢切董，谢谢 Rapper， 谢谢两杯茶，谢谢沙鲁，谢谢熊熊的爱熊吧，就金的原型。你知道我在干嘛吗？我在九天玄女驾到。他都已经单膝下跪了，都已经公主抱着你了，你还想要他怎样啊，杨熊？谢谢恋曲的小鸡蹦蹦。对呀、啊，小薰是黑社会的，熊熊肩上是你，所以他就说他要公主抱杨熊，然后肩上是你嘛，对吧？谢谢流星的陪凯蒂轩看流星，所以凯蒂轩看的是你，还是看的是流星？最近到处都在降落。人缘心，九天玄女，见见见，见到。我觉得那个很好笑，害我也好想拍啊。你说九天玄女的画面太美，还是杨雄公主抱家肩上有各种各式各样的人？我的这爱抒情的原型，离不弃，突然的想念你，彩虹玻璃前的声音，只有孤单面前心马的音。我好像小时候也很常唱蔡依林的歌哎。要看流星还是要看黑流星？那肯定是要看黑流星的、啊。黑流星，黑流星的本人偶尔比流星还难看到哎、欸。马德琳，我带着爱，谢谢博腾，博腾的头贴是我跟诗雅哎、欸，包包，丸子。但是我发现就是因为是黑发的关系啊，然后把头发全部收上去，看起来赫然之间有的时候很像没头发。而且我原本打算，我原本也有想过就是双丸子的状况下直接把帽子戴上去会像什么，然后结果你知道吗，姐姐跟我讲说你看起来像玛丽欧。我说为什么像玛丽欧？她说因为玛丽欧的头是方形的。像犯错的小孩，心跳突然多了一拍。我的头是方形的吗？玛丽欧不是方形吗？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跟我讲说看起来超级像玛丽欧？然后原因是因为头发是方形的。不行，你们不能睡，还不能睡，还不能睡，各位哪有像啊？不是，你们当下真的没有看到。但我没有示范，我没有示范大家，我没有示范，请不要试图。我现在要找蔡依林早期我会唱的歌。全世界并未淘汰，只有你还
Cause when you look me in your eyes， 国际天后的纯真年代 The Rose。马里奥都是戴帽子啊，蔡依林的就是爱，就是爱是哪一首啊？就是爱，就是爱，我听过吗？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感觉没什么印象哦。嘟嘟嘟，请示范，不要拒绝示范。不会再绑双，不能这样说，不会变成马里奥给你们看的。Don't stop, never give up。哇，好厉害哦！看着一段英文，居然就可以有声音。有听过，但是应该是不会唱。野蛮游戏，哇，以前的滤镜好复古哦。我来看一下歌词，我说不定可以，但是没什么印象。发现就是爱，世界变了，当你在传达你爱我，手牵着我，手牵着我，就是爱，天空晴了，当我抬起头，你在眼前了。不行，但是这个好像比想象中的再更早一点。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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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莎莎在耶。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想说，你居然不太熟，没错，我不熟，我好像，我连骑士精神其实都是长大了才听的。对，我吓我一跳，我想说到底哪里有看到莎莎。我来看一下刚说什么，刚说野蛮游戏。哎呦，我好像是到特务追那段时间才很有，对，蔡依林很有记忆。老虎老鼠，莎莎分不清楚，满脸泥土。吃早饭是碎骨，不知不觉其实你已上线，感情的世界战火连天，是战火连天哦。提高警觉，快张大你的双眼。对对对，骑士精神是杰伦，不是我的杰伦。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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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人家没有下坡好不好？要么是转型，风格不一样，不能说人家是下坡的。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开始想要突破。如果想要转一种风格，你也不能说他是下坡啊。如果他平常是可爱派的，但是他觉得年纪或时间到了，他应该走性感或者是别的风格，那你要说他是下坡吗？你可能顶多只能说人家不适合，就你觉得不适合，但说不定人家喜欢那样啊。其实我也觉得周杰伦也没有下坡，只是风格完全不一样。我的确比较喜欢他早期的作品，但是他后面也是他自己的自成一派，他后面自己也是写得很开心。刚应该没有讲错话。对啊，蔡依林
是转型了。他最一开始出道的时候也是可爱型的，野蛮游戏 No 不同情可怜 You 快勇往直前，难免都值得纪念，每个人生不痛，希望他未来不要出现在某些剪辑里面。谢咯。哎，招牌动作，哎，招牌动作是不是也很红？啊，真害羞。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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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说爱你就大转型。真的，我说的是从说爱你。可是说爱你，刚刚不是有人说是可爱的歌吗？这什么？这什么歌？没关系，还有别的，你给我打哈欠，打哈欠，还有什么？喜欢蔡依林，我小时候基本上也是，不知道哎，是不是她出歌的速度跟歌的类型真的太多了？小时候其实真的是在她的歌下面包围长大的，王心凌、蔡依林、张韶涵，还有谁？招牌动作72变的时候完全知名度大开。田馥甄小时候是 SHE 的歌啦，但是我其实 SHE 的歌没有听到很多耶。萧亚轩也还好，求学也是双追，其实我好像周杰伦的歌算是到国中高中之后开始补了很多周杰伦的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阵子很中二可能，然后就超级喜欢以前的周杰伦的歌曲曲风，但是现在的也还是有一些还是蛮喜欢的。田馥甄自己的话，他的歌我比较少听。对于今年的圣诞 T 有想法吗？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开始有想法。茉莉花不红，但是很好听。蔡依林的演唱会看了不后悔。地才演唱会我知道，刚刚有人推荐，我好像之前也有看过，很多人看完地才之后有显心得。那一次好像丸子头如何？你要绑吗，天天？我看啊，丸子头很好，天天绑当然好啊，没有问题。双节棍，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说我要绑双丸子头？我会绑啊，我本来就会绑。哎，不是，我要打双节棍，结果打成双丸子，双节棍，快使用双节棍，呼呼哈嘿！应该是没有办法，我没有试图跟过双节棍哎。我没有跟过双节棍的歌词。噔噔噔噔噔噔。哎，我不然按暂停了，抱歉，吓我一跳，我还想说怎么会没声音。没错，是正常开播时间。终于啊。看起来就是完全跟不上，看起来就是完全跟不上。完全跟不上，天天的丸子头，我觉得也一定很可爱。听他唱吧，听他唱。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办法。快使用棒棒。臭马改，我小时候就会一直讲臭马改，臭马改，但我都不知道臭马改是什么意思。
有脖子了。脖子比例是什么啊？它还有什么？它有没有快的？然后是我能跟得上的？好像没有。夜曲，夜曲好像太细吗？哎，我好像我后来才发现，我的头围跟颈围跟腰围都是因为骨架的关系比较小。因为连头围都小的话，就完全是天生的吧，对不对？《本草纲目》我只会蹲小教室，蹲小教室，蹲。《本草纲目》太快了，没关系，我喜欢听，我们可以来听一下《本草纲目》。之前有一些那个舞蹈节目有跳过《本草纲目》，哦，超蓝超帅，而且好像跟着他一起上，就是一起跳《本草纲目》那个弟弟好像超厉害耶。反方向的钟也可以试试看，试试看，试试就试试啊！最近好像太瘦，我不知道，数字上好像还好，数字上差不多。晚餐在我的肚子里打滚，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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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就来听听而已，我没有说我要唱。没有骨气，没有志气。独自做背影，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衣服这次太松了，所以你们才看起来我很瘦。做轻松自在，你学不来。霓虹的招牌，顿点是什么？这个大概。衣服变松不是因为穿了很久吗？衣服变松应该是穿了很久，所以它是时候变松了吧？对吧？你不觉得这听起来很合理吧？我们 reset 穿它也穿了快要两年了，一年多，一年半了，有没有？对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首到底算不算红啊？夜曲，我是这个时候超级迷恋上周杰伦，这个时候迷恋上的。一曲诗写的蚂蚁被俘虏所吸引，我面无表情看孤独的风景，失去你爱恨开始分明，失去你还有什么时候关心，当各自不再想怎么和平，我终于被提醒，广场上温习的是秃鹰，我用漂亮的押韵形容被掠夺一空的爱情。我觉得这首超好听的，我那个时候是国小很喜欢那个 V 家的时候，有听过静音翻唱夜曲之后就爱爆。徒步街没放这首就不 hit 了。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跟夜风一样的声音，心碎的很好。手在键盘敲很轻，我给的思念很小心，你埋葬的地方就有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而我为你隐姓埋名，在月光下弹琴，对你心跳的感应还是如此温热亲近，怀念你那鲜红的唇影。哦，好青春哦，国中的女朋友都会用 MP3。 我就想到我们之前国小国中的时候刚拿那个智慧型手机，然后我们就会在睡午休时间的时候用蓝牙互相传，就那时候还不流行有 LINE 这种东西，然后就会用蓝牙互相传记事簿聊天。而我的眼睛没有丝毫同情，失去你泪水浑浊不清，失去你我连笑容都有阴影，放在长满青苔的屋顶，嘲笑我的伤心，像一口没有水的枯井，我用凄美的自信描绘后悔莫及的那爱情。
有，很早，蓝牙在非智慧型手机的时候就有了，那种按键式的。亚太吗？没有哎、欸，我刚办的时候是远传，我忘记为什么、啊，好像是因为，反正就是最一开始就是办远传就对了。但是我最一开始，我觉得我很早，我觉得我算很早就拿手机了，其实。还是如此温热情景。鲜红的唇印 ，Nokia， 好想拿看看 Nokia 3310。我们之前学校学测的时候，然后我有个同学，他真的把手机换成 Nokia 3310，为了让他，就是他想要专心读书，然后我就有拿过他的 Nokia 3310来玩贪吃蛇。没错，就是要这么，就是你知道吗？那个。Nokia 3310拿来就是为了要玩贪吃蛇啊，不然嘞。哎，那个是什么、啊？夜的第七章吗？就是我很喜欢的那个专辑。3310是拿来打架的。等等，不是夜的第七章是歌，但是我想，那个。那个专辑叫什么 ？Hello 吴启飞，这次应该是结束了吧？是吧？小飞，不可以，你不可以叫小飞，只有我可以叫小飞，他是我的小飞呢。嗯，此飞非彼飞，也非彼飞，对，等等，周杰伦很中二的那个专辑叫什么？忘记了。小费都是别人的小费是给别人的，在你那他是小费吧，小费什么都费，什么都会啊。周杰伦的不是范特西，哪一个啊，忘记了。11月的肖邦吧，是吗？对耶，是啊，猜到了，开心耶！漂移，我放了好几次漂移。爱在西元前哦，我跟你说，爱在西元前是我国中的时候历史课听完之后爱上的歌，好像很多人都是因为历史老师。周杰伦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是被历史老师推广出去？虽然他现在应该是不需要了。而且他其实也没有介绍到非常多东西，他就真的是因为以这个为主轴，很好听耶。没错，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个时候是跟大 S 拍吗？还是跟谁？我只能说方文山太厉害。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刻在黑色的玄武岩，距今已经三多年。我只跟上了多年。爱的脸，没错，爱在西元前。大 S， 我真的觉得方文山作词太强大。但是方文山就是这种风格非常强，我好像也不怎么听他的作词。不朽的诗篇，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几十个世纪后，初度发现你本上的自己依然清晰可见。要怎么那么含糊？我给了爱来自西元前，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有些新文字刻下了永远，那一风化千年的誓言，一切又重演。
跟真正团结是谁的从前，喜欢在人潮里你这里是我的那画面，经过所谓女生身边，我与女生证明誓言，思念像第一个绿丝河般的蔓延。好，我会不会习惯？而如果习惯了怎么办？我给你的爱写在誓言前，还是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几十个世纪刻下了永远。哦，看错段了，对不起。我给你的爱写在誓言前，还是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用写信文字刻下了永远，那一封花千年的誓言，一切又重建，变成唱一秒退课后花，自己有点难。对，唱得太清楚就不是周杰伦了，他的风格实在太难驾驭了。给你的爱落在誓言前，怎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觉得很有可能待会回不去。我给你的爱写在誓言前，是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哎，刚刚是不是有人也讲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周杰伦的歌啊？风花雪月的诗篇，一切又重演。哦，他的睫毛龙卷风太红了啦，他的睫毛我也很好，我觉得也很好听，但是他的睫毛好像比较少人知道。他的睫毛弯的嘴角，无意境的对我笑，没有预兆，就那对吧，是不是很少人听，很少人会唱这首歌？对不起，怎么了？他的睫毛怎么了？为什么？对不起，还是我的睫毛怎么了？怎么突然的道歉了？他的歌哦，对不起，好。吓死我！他的睫毛算好吗？对不起，是歌迷。我想到为什么这么突然？不要道歉，没关系，没有冒犯到，可以的。睫毛弯的嘴角，无预警的对我笑，没有预兆，出乎意料，竟然先对我示好。他的睫毛弯的嘴角，用眼神对我拍照，我戒不掉他的微笑，洋溢幸福的味道。虽然不算是我的青春，但他也是我的神。虽然他的歌我没有办法唱，可是我真的太喜欢他的歌了。可是我居然没有听过他的演唱会，从来没有。我觉得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想去现场听听看。阿芬能起谁的外表，过气好不好？还是很多人的回忆。哎，讲回忆就过气，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菲鲁姆现在是因为今天益生菌没有展露他的头角吗？菲鲁姆今天已经讲了啊，以前跟国中的女朋友，现在说听到他歌就会想到前女友，闷。もっと枯れてす、もっと彼女です。だから、何？だから。我的前女友们，不行，这真的是，这看起来，哎呀，很难得，你知道，很难得会有人自己分享自己有许多前女友们。没有啊，刚刚那是59单吗？モト彼女です。モト彼女です。
だからだからだから。那你那你，哒嘎啦哒嘎啦哒嘎啦，好啦，这首现在下面这一首可以献给现在的女朋友，现在的这首。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的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没有。可以了吧？这个现任 OK。你爱过头竟然答应要给我蜂蜜口味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海水，将甜度调那么高后再牵手，太低了。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我温热着，好像没有办法再高上去了，可以再帮我找个音吗？我叫你看的太阳有啊有，每句话都很可口有啊有，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哦哦，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枯萎你给我的。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吃会微笑的糖果。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因你的爱完全牺牲了。嗯，周董的歌都嘛不适合我。key 完全不适合我，好不好？谢谢 Film。 还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甜甜歌？不就晴天？晴天拿来追女友？晴天可以拿来追女友吗？晴天内容是什么？林俊杰比较适合我。林俊杰啊，我知道，我知道，有一首。那个，你认证，该不会就是这样追到的吧？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落。晴天是拿来练吉他，有之前乌克丽丽也有很多晴天谱。圆游会也，圆游会也很好，圆游会很甜。庆祝是杨丞琳的啦，这样不是号称在讲周杰伦的追歌金曲？可是我觉得告白气球还好哎、欸。等一下，弹得像鬼来电是怎样？感觉现在有两个益生菌讲话，大家现在都被俊哥影响了。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放晴的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还是说了拜拜。我看到益生菌来了，我看到益生菌来了，我看到俊哥了。圆游会的话，我记得我们之前就超常播的了。林俊杰，我记得我之前是在飞机上听过，我
飞机上听了他的哪一首歌，然后就喜欢？哎，为什么一直打不出俊？林俊杰的哪一首啊？四个字的，我记得我之前也有《因你而在》，《因你而在》。但这首我能唱吗？好像也不能唱。没错，很棒哎，阿鹏鹏。为你心跳，这首会背。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因为你开始燃烧，痛才慢慢治疗。我要和你拥抱，牵你的手一起去奔跑，你存在的这一秒会不会是我依靠？给我的微笑全都记在脑海里，变成快乐的符号。节奏在跳跃，这是恋爱的预兆，跳动我每一个细胞。天亮才睡觉，让我思绪都颠倒，这次我不想忘掉。Oh yeah， 防备全关掉，只是你无理取闹，慢慢走进你的步调，心也一层一层被你融掉，一天一天为你开窍，一秒一秒想你的微笑。我不记得微笑是哪个音嘞，想你的微笑，微笑，微笑，是吗？四个音吗？五步要比步剪刀石头，想想你的微笑，想你的微笑，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因为你开始燃烧。痛才慢慢治疗，我要和你拥抱，牵你的手一起去奔跑，你存在的这一秒会不会是我依靠。后面什么 Baby you're my one and only yeah you and me。不要听啦，清唱中间都在乱欸。而且这首歌其实没有到非常熟，但是因为这首歌算是我第一首真的喜欢上林俊杰的歌的歌。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谢谢 wasabi 啊，谢谢 wasabi 红茶， wasabi 红茶这样能喝吗？米酒 Nicholas， wasabi 红茶 River Leo 阿春杨梦梦 Drek 两杯茶林阳子毅 River 保罗 Min， 谢谢景庸 Philip Akita。 我要讲什么？所以以后可以每首歌都会收版权吗？不行不行不行，可以跟我一起去 KTV 啊，走走清唱走起。我要讲什么？就是那个时候我在飞机上看完那个被偷走的那五年吗还是什么，反正安心雅还是应该是安心雅吧，安心雅演了一个那个就是失忆还是什么，有点忘记了。然后反正那一部我哭得稀里哗啦在飞机上，结果那一次飞机延飞，然后就是我看完了整部电影，飞机还没有飞，可是我整个就是哭到吸不到气，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就决定要就不看电影了，我决定就是听歌，听歌好睡觉。然后结果我就随便播，然后那时候飞机不是都会有那个什么金曲还是怎样吗？然后反正就刚好播到了林俊杰这首歌，然后觉得蛮好听的，蛮好听的，然后就喜欢上了。delay 超久的，整部电影少说至少也要快两个小时吧。对，就是刚刚好那个时间被救赎了，就是我整个鼻涕充饱了我的。你对啊，所以你看，这是被疗伤了。他说，因为你开始燃烧。痛才慢慢治疗，有没有？我的鼻涕才慢慢治疗。好完整的故事，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被偷走的那五年了。我记得女主角是安心雅，
欸，航空公司我有点忘记了，对不起。我好像是好不管，反正就是安心雅的某一部戏，然后我看了很感动，我爆哭哎，真是爆哭哦。那林俊杰还有什么？豆浆有，请问豆浆有条会被和谐吗？哎，安心雅不是女主角，那女主角是谁？啊，阿嬷的梦中情人啦！对啦对啦对啦，那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阿嬷的梦中情人是这部是这部，是感动的痛哭流涕，没错，应该是。豆浆油条没影响，那就剥剥看咯，啊被合掉就剪掉咯，是不是就只能剪掉？可恶！圈圈圆圆圈圈甜甜圈的我的豆浆是纯白的浪漫。我跟你们讲，我为什么知道这首歌？因为年轻的时候我跟家里的人去唱 KTV， 然后我哥那个时候正值年少轻狂，他就一直在练一些可以把妹妹的歌，其中一首就是豆浆油条。是你忧愁解药，呜耶，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哦耶，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你需要吵吵闹闹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哦耶，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让我知道。这首歌应该蛮适合把妹唱的吧，他有没有把到妹哦？我不知道他把到的那些妹是用什么哪一首歌把到了，我不知道。我喝完，我喝完，还没喝完。全黏着还想要，哦耶，你吃完会黄油条，晚安小白兔，记得开盾，记得开盾，记得开盾哦。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到底是谁那么油，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哦耶，你需要我的小家家里好啊，爱谢谢我欢喜的心来小家啊，黑桃姐妹快一起摇，用我什么都没说，怎么了怎么了，他又怎么了，谁是谁，谢谢安德鲁的掌声鼓励，谢谢玉安的甜蜜爱心，谢谢沙鲁的甜蜜爱心，谢谢锁环金的枫叶，还有小叶的闪光星星。是谁那么油？是谁那么油？好呀，林阳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好吧，就觉得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浪漫的歌？我们听完一首，我们就该念榜了。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尘。来帅的黑暗里谁还不睡，不为谁而作的歌甜甜的，欸，不为谁而作的歌不甜甜啦，我们甜甜的收尾，然后是时候该睡觉了。美人鱼，小心的蔷薇，心痛的不自觉。请问林俊杰有什么甜甜的歌吗？该睡了，曹操够浪漫吧？
非常非常浪漫啊，简直啊！哦，我之前还喜欢听那个有人说，但是那首歌是因为我有一阵子蛮喜欢怀秋的 ，Love You You， 这首会超想睡耶，好吧 ，Love You You，Love You You， 我是爱你的渔夫。好，该睡觉了，该睡觉了，该睡觉了，各位，唱完大家就会瞬间睡着。有人说我很喜欢欸，但他比较轻快，明明。Love you, you， 我深爱你的渔夫。滴下去。说不出爱的温度，很想给你幸福，你却自我保护，转弯处。只剩下潮汐之外的荒芜 ，Love you you， 却在海里迷了路，找不出新的归属，思念越长越苦，心跳乱了脚步。真心却到不了你的心底，回忆难以靠近，你是我奢求的唯一，让我用尽所有力气，只要你相信我最坚持的声音，只剩一句 Love you you stay with me。林俊杰的有人说，我们来让你听听怀秋林俊杰有人说，但比情话更动听，因为听到有人说啊，这非常，我小时候好喜欢这首歌，
有人说不要再听信别人说了，都听别人说。因为听到有人说比感冒更流行，谁和谁的有人说全世界都相信，但每一张嘴都说不是我，全都不是我，千万别告诉别人，哦哦哦，秘密只说给你听，勾勾手，有人说对或错，谁的暧昧又对号入座，耶耶，一句问候就被想太多，耶耶，顺道变成温馨的接送，便当成温柔，就这样穿遍了耳朵，比情话更动听。当你听到有人说比感冒更流行，听和谁的有人说全世界都相信，但每一张嘴都说不是我，全都不是我，别人我我我，秘密只说给你听，勾勾手，有人说对或错，什么时候有这个朋友， Hello，和你分享虚拟的传说，耶耶哦耶，有人说都不懂哦，还秋的来了，常说哦，其实你可不都说，真正都是对方的错，对或错，好，下次练好再来一次。但我觉得这首歌超好听的，而且写的超好。不是我，全都不是我。哦哦哦，你听勾勾手。待ってるから、ごゆっくり。今天的第十名，谢谢枕头。枕头来看我的松丸子，松丸子头，耶！感谢枕头。没有啦，是因为今天真的太晚开始播了。人说比感冒更动心，更流行，动心。不是我，全都不是我。今天的第九名，小月决定要吃什么了吗？今天的宵夜还没有什么想法，多吃一点吧。看你越来越瘦，真的很头痛啊！不要头痛啊，你可以头晕。啊，这次的公演丸子头真的很可爱啊。呵，不要，你要实现那个发型，你有点难吧？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啊？想不出来要送，想不出来要送什么？生日也还没到啊，没给点提示的话，幸运会跟着拖哦。那谁说的？听我们的。听我们的。耶、yeah. 可恶，最后就这么帅，应该跟到，没跟到，可恶，好吧，没跟到。除了爱你还能爱谁，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晴天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么难过？日不落，好了，日不落，好了，日不落，信不可以拖，信不可以拖，头皮屑，头皮屑堪掉落，只需掉落，不要再勉强它留下来，它就是一块该掉落的头皮。好了，想见你，想见你，好不好？想见你就想见你，最近那么红，到处都听得到，好不好？想见你，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好的，好的。输了你，好，要省油资。哎，
你们寄信会寄平信吗？平信的话是不是就邮资不会很贵？当爱情已落成遗迹，用心刻画成回忆。哦，对，平信如果掉了会回不来，没错。今天的第九名，对，好的，第九名，谢谢杨雄。挂号可以查，但是平信丢了会查不到，因为它就是不见了。今天的第八名，今天的第八名是林俊杰的话，之前你唱他说，哦对耶，他说明天要记得报名打锦标赛。我看了一下，应该没有龙火，这个礼拜应该没有龙火。可是收丸子头，可是收丸子头怎么办？大家到底是因为觉得收丸子头第一次出场很激动？还就是会觉得哦没看过，还是他真的算可爱呢？因为是有一个原因的，就是双丸子头呢，因为没有头发的关系，我遮不到我的脸，所以他其实有点像360度都会有死角，你懂吗？所以就是如果现场看的人如果有发现他看起来脸有点特别圆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双丸子头的关系。那但是呢，大家又觉得双丸子头很可爱，那这就很可怕了。因为如果我真的以后要绑双丸子头的话，那我的脸究竟会不会很大呢？那。圆圆的可爱，好的，谢谢。被集成了，少看的原因吧。下次换另外一个，应该也很可爱啊。啊，我只能在 IG 看。对，沙鲁就很棒，沙鲁在 IG 看到就不会有死角了，因为我放上去之前会先修过，会先修过。嗯，脸肯定是要修小的吧，不然会出事的，会出大事的。脸看起来是真的圆，好，谢谢谢谢夸奖。哎，不是，瘦归瘦，脸没有瘦，我脸好像，我不知道我的脸有没有小，好像没有。啊，要唱吗？是不是太晚了？静悄悄的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只是害怕清醒，这里也有肉。你刚刚先说过没有，我要数没有了。好了，我唱到这里，满足大家的愿望。今天的第八名，谢谢沙鲁，耶！天神女，这套，不好意思，我那天看完 B 组的影片，我疯狂的被洗脑。这是最后的沉默，还是没有今天的
第七名。面面，直播辛苦了，公演那天又喊到差点气换不过去，还有大声的喊苏巴克，拜拜的时候也有拿着推金大喊面面哦，不知面面有无看到，还有在健身的时候有跟你比手势哦，面面知道我在比什么吗？我有来公演看你哦，面面我爱你，还有跟面面隔空玩游戏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在玩什么，还有丸子头很可爱哦。我知道健身的时候你在第一排对不对，但是其实我知道有我们有比了，哎，等等，我们比了什么手势？糟糕，我的脑，我已经需要吃银杏了。但我有看到，谢谢伯腾，耶、yeah ！天黑，凋谢的花蕊。哦，对了，我特别要在这里说。非常感谢大家那个上班以及下班的健送很努力的拍照，我最近有发现现在的大家的技术要越来越厉害才能够拍到我们仅存的身机，就是我们的身影好像非常的难捕捉，辛苦了大家，我下次会尽量再走慢一点，抱歉。是不是非常的难抓，夹缝中求生存啊，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每一次技能都越来越直线上升，稍纵即逝，谢谢各位大大们，让我们有上班跟下班的路可以看，不活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今天的第六名有，好啊，闪来闪来，互相伤害。想到以前早自习特别早到学校，隔壁座位上 MP3， 一人一边耳朵一起听晴天，还有放学一起牵脚踏车回家，这样够闪了吧？啊，虽然都已经是前女友们了哦，而且并没有很多前女友们啦。哎，那个。希望现任别来看看直播，老板给你一瓶美好初恋香槟，请问能当封口费吗？哈哈哈，用唱歌把妹什么的，才不知道呢。我居然很中二的把这一段全部都念出来了，还有刚刚那个早第一篇那个什么机一人一边听晴天那段是什么？简直就是在不能说的秘密里面才会看到的画面是怎样？那是什么意思？哈，猛。猛，嗯，你刚刚不是说猛吗？请问有什么校园恋曲？校园，突然要想，实在是想不到。很青春的那种校园恋曲。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我10分钟的恋爱。现在蓝牙耳机啦，一人一支也不能坐很近了，好不好？整间教室都可以听到。吼，不需要坐很近，线永远不怕你牵二。哎，等你下课也其实也是这种风格的啊。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キサナ恋の歌。感觉下课十分钟的恋爱比刚刚那个故事内容还要就是太澎湃了一点。谢谢。说了很多青春恋爱物语，心跟着你总是不在教室里，黑板上每个数字都变成你的眼睛，再生气再焦急，所有感情牵着你，不愿意失去共同的光阴，心跟着你总是不在教室里，黑板上每个数字都变成你的眼睛，再生气再着急，所有感情牵着你，不愿意失去共同的光阴。下课10分钟的恋爱虽然有一点短暂，
你的笑填满我心中所有的期待，下课十分钟的感情我将全部属于你，多希望能够永远不分离。跟着你总是不在教室里，黑板上每个数字都变成你的眼睛，再生气再着急，所有感情牵着你，不愿意失去共同的光影。下课还没下课，可恶，都是还没下课。每个数字都变成你的眼睛，再生气再着急，所有感情牵着你，不愿意失去共同的光影。下课十分钟的恋爱虽然有一点短暂，你的笑填满我心中所有的遗憾，下课十分钟的感情我将全部属于你，多希望能够永远不分离。念宝念宝念宝，提早下课提早下课。今天的第五名，今天的第五名是哎，还我时隔已久，我已经不记得我那时候是怎么弄出来的了。真的恋爱虽然有一点短暂，你的笑填满我心中所有的遗憾，十分钟的感情我将全部属于你，多希望能够永远不分离。我高考呢，谢谢玉安。心中所有的遗憾，十分钟的感情我将全部属于你，多希望能够永远不分离。好的，今天的天啊，刚刚是不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什么歌可以放？今天的第四名，声明一下，我前女友很少，我大多都拒绝了。等等等等，等一下，这个厉害了，俊哥反将一军，俊哥说我都拒绝了。好的，这个时候，我听到了那些女孩子们的心中的想法。是时候该来这首歌了吧。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却说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等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全忘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的放个假。当年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画一个叉。念宝啊，叫渣？没有渣，没有渣。你是说这首歌是在说女生不给回应，所以你是说女生渣吗？阿嬷家的电包车的 BGM 往上拉。我懂了，我懂了，都没有给名分，所以都不是女友。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国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英文课，然后跟外语老师在上课，然后外语老师那时候出题就说，就是用英文告白的话会怎么告白，然后就是我们就要想用一句英文，然后跟喜欢的人告白。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我同桌的同学讲了一句，哇，真是太厉害的话了。就那时候我们是那种小组，然后我们这组有一个男生，他的回答是，我都快笑死，他就拿了一张纸，他说 This is my cell phone number。 很有年代感哦，这位同学。This is my cell phone number. 我超级 call me baby, hey. 我笑烂，我们全班直接笑爆，超厉害！教大家好不好？未来 This is my cell phone number. 无法自拔。今天的第四名，谢谢益生菌。俊哥的传奇太帅了 Victory 是胜利。他这次的确是反将一军啊，没错。我的扣机号码，哎，以前有很多 BB 扣的密码，你们知道吗？同一个年代，我可是玩过 BB 扣的人。今天的第三名，画一个叉。好了，来点开心的好不好？追女孩要怎么追呢？这首歌还是回到了最大的初衷，好不好？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给你五分钟听你唱歌。王国纪元是一款真正的让胜游戏，放弃合照会。合照会要把肾递过来是吗？他说丸子头真的很可爱，连带森林都感受到你的可爱，看着看着让我想到了狮子头。看过来这么好吃。哎，其实我超级喜欢吃狮子头的，自助餐的狮子头超好吃的。想着想着突然就饿了啊，看来你也是可以好好驾驭丸子头的呢，可可爱爱，一直一直都爱着你哦。谁明白你居然读到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怎么了？什么意思？读到什么意思？没人理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还真奇怪。第二名，昨天的 IG 影片好棒，老板今天也谢谢，星期五有工作会晚来哦，谢谢你给我勇气。哎，是不是我在 blue？ 昨天是 blue Tuesday。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等一下啦 ，Blue Monday 啦。没有，为什么会这？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刚刚看着，我想说，哎，星期三了。然后我后来意识到，哦，对，我跨日了。所以我是因为不是我的初衷是在星期一发。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我开始怀疑我自己。等等，我不是在 Blue Monday 发的吗？怎么会变成 Blue Tuesday？ 哎，我是怀疑了我自己，好不好？大家刚刚有看出我的心灵那个狼人杀、狼人杀都会讲说我的心理什么轨迹还是心什么？狼人杀都会讲说他的心路历程，对，心路历程，没错。大家刚刚有看到我的心路历程吗？
我是要想说，嗯，我特别选在了 Blue Monday 发等等，可是我看了一下手机，现在已经是礼拜三了，所以我到底是 Tuesday 发还是 Monday 发啊？有要求，我的心路历程啦。好的，有没有？我在特别在 Blue Monday 的时候发了一个 Sayonara Flower， 好的，很棒吧？我的历程都跑出来了，幻灯片。吓得我一个心惊胆跳。好了，没错，我就是特别选在 Blue Monday 的时候发了这首歌，是不是很措手不及啊？一堆人下面留言都说，哎，好突然的一个影片，想不到吧，哈哈。我的历程有要拿来申请学校吗？刚刚那个可以申请什么学校？麻省理工可以吗？还是我只会有麻省？好了，我继续了。今天的第二名是小安。请问咖啡是喜欢喝什么？有加糖的吗？有加奶的吗？大概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真奇怪，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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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之后还有跳舞影片吗？再看看。人都是突然的，突然想跳就会跳。안녕하세요，姐姐妹妹站起来，快乐崇拜，快乐崇拜，快乐无害。今天的第一名，今天的第一名。每次相遇，你很可爱，我喜欢你。哇，不知道为什么，你很可爱，我喜欢你。这两句话，特别有那种外国人的感觉。熊熊仿佛有一种外国人腔，笑他，不要啊，笑了，没有，没有要笑的意思。你们好坏哦，你们怎么那么坏？哦，连小安都跟上了。我跟你讲，啊，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时候就要，这个时候要干嘛，你知道吗？这时候要给你一首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唉，这时候也不是该笑的时候啊，是该晚安，该晚安了，该晚安了。这首歌还是要送给你，好不好？してメソメソしてどうしたんだい。ドラえもんたち選手なら辛い時はいつだってそばにいるから夢はでかくなきゃつまらないだろう胸を叩いて冒険しよう Hey! Hey! そうさやっぱ鮮度勇気も Hello， 这首歌要献给各位。そうさやっぱ鮮度勇気もやりきるしかないさ僕たちがモデル輝き永遠に忘れないでね。谢谢修真，我刚有帮他拍到手吗？
拜拜拜，会进步的啦。我哎，我之前是不是有认真唱过这首歌？有吗？U P 100%，是不是很台湾国语腔啊？有吗？我记得我之前有认真有啊，之前有，但好像不是最近的事了。我下次认真唱唱看。晚安。哎呦，好啦，我会加油。啊，对呀，对呀，对呀，今天晚上6点哦，官方 AKB48 TTP 官方 YouTube 哦，认真的定义就是准备的很完美，几乎零差错。晚安，晚安。